欢迎回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啊。那么刚刚讲到这个母女情节啊，我们刚刚讲的都还蛮极端的例子的，我们都以为那个小说写不可能写成那样，可那却是真实的。我今天得到安慰，因为这两个等级更高哇！你们讲例子太可怕，我一直觉得我妈拿少一点，没晒啦。你后来怎么跟你妈妈和解？就我妈到现在那个脾气还是很难掌握，就是她其实我觉得她是有点忧郁、有点躁郁的一种。她的人生是这样子，伊刚刚伊是六千块给我们爸买去的。阮阿公刚收阮爸爸六千块，迄老欧啊嘛，来下港娶一个某，十几岁安尼娶去啊，六千块。从台南到基隆，阮妈妈一世人都无安，就这么远啊。阮阿妈收七千，外省人，外省老兵。阿妈去娶到。我妈妈当年是七千。啊，你行情较好嘞，你只给多一个，阮那六千块，七千，七千，六千块。所以我妈心里面有一个遗憾。讲唔对，讲唔对，未使你讲。功能赶快问先生，你未使你讲啊，恁爸恁妈用几年？用个七十三三，我咧算个了，啊，你用个小，我爸在我妈妈用几年，用无五当，啊，你应该，你应该唔拿七千块呢，你应该介绍提个管呢。有啊，想办法提七万的。对啊，我觉得那个心理上，他会觉得七千块用三十年，我内核的，内核的。啊，尤其爸爸贵心了，更是少了一个中间润滑的人。以前有些时候哈，夫妻两个人再怎么样，对子女怎么样，我爸爸会出来打圆场。我妈的个性是暴。啊，买起性迭代也干嘛？一气细狼都写，那给我美掉那种不情愿哈。是其实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是怨。啊，我爸爸其实就秀，他老爸其实就秀某，对，所以对我妈妈其实蛮好。但是死不死，一细狼干不呀？我妈妈在发言讲啊，我不是原配啊。你在留下够喘气的不？哦，那个时候都你早点竟然跟他讲我两回。哦，那个时候真的很可怕。我们家每天那个气氛，你说两岸开放的时候，对，都逃一起逃到下坡呢。所以你爸爸是中国的，啊，对，我爸是中国，中国啊，我妈妈原配，月薪家，我配。可是其实就是有怨，跟他这两个重要的关键，我妈妈一辈子的脑筋里面就觉得他转不过来了。妈妈当年是翻脸的，知道翻脸呢。避免呢，尽力去避免呢。可是我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理解爸爸的心情呐、啊。我们是站在妈妈一国的，可是爸爸可能当时也没跟他讲说我在那边。这不会那灾，当时只是说来走走玩玩，很快就回去了。那你来了再娶这个太太，就要跟他讲说我那边有一个。何必要多事呢？讲了以后一辈子不理你，我要给你煮本。啊，不然那也在。开放探亲啊，你进货不是说偷偷写信有联络被抓到？对，辗转还从美国还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。因为有时候不能直通，我们家也是要转香港再转。对啊，其实凭良心讲，这件事情过去以后，我们爸妈贵心被整你啊。凭良心讲，我当初干嘛对我们爸妈羞夸亏欠？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我们是一鼻孔跟着妈妈出气，把我爸爸视为仇人，一辈子不忠背叛妈妈，然后不诚实怎样？啊，我觉得我们是受妈妈影响。后来我想想说，事情总可以有一点比较圆融的解决。那你爸爸有回去看吗？有，回去当善财童子，吃饭都吃流水席。嗯，那你妈有跟着回去吗？没有，让他有点面子嘛，开玩笑。但是我爸爸过世以后，我跟我妈妈回去。那后来就是关系也就因为这样慢慢有稍微修复一下。哎，大伯隔离吗？没啊，再来绕跑啊。没到外头去，所以我们爸爸妈唔甘，那个姐姐等于是姑姑，她的大姐帮她带大的，所以妈无下人咧惨啊，那在这个时代悲剧，你妈妈根本没在体谅。当下没有，我妈无多体谅，我们受妈妈影响。你要知道，你爸爸其实有一颗心一直搁在那边，其实也而且不敢讲，不敢讲。他那个日日夜夜哈是煎熬，我觉得我爸爸日，我常常看到我爸爸站在阳台哈，望着远方发呆。那想讲那结一个婚，结个要烧着手啊，拢无感觉。他发呆耶。那每到那个年节，尤其是过年的时候，思念父母亲哦，啊，那个想到父母那眼泪飙哦。真的是靠干呢，靠干每当穿盔啊呢。然后我们这么多年以后，我其实想想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做得不够好。我们那时候如果能够多一点点哈支持爸爸，他的心情应该会更好。那你怎么把他当仇人？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妈妈说的关系，爸爸也说哎呀来跟你大姐讲个话，用录音机啦哈，录音你跟大姐讲个话，大姐你好，我是阿娥。我不爱讲啊，阿奶奶啊，我爸就说你讲两句话嘛，姐姐会很喜欢听你声音的。那的不像爱供，然后我妈妈会常跟我们洗脑。你爸爸上个月又寄多少钱回去啊？然后偷偷偷的，哎，个要不要再寄点给？要钱的。啊，那我们家到底是有啊无啦哈？后来我现在我们自己当了为人子女，想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流落在外，这么多年，我如果现在再见到他，我如果能力可以的话，就是金钱的补偿，只有金钱补偿，还能。而且其实我大姐也没有嫁得很糟糕，不过是爸爸拿了钱以后帮你还 K 姐的处啊，我应该得整阿桃的病情就养哎呀呢。可是这么多年了。
爸爸也过世了，反而这个大姐哦，每年都会打电话来给我这妈妈拜年。那也因为这样子还维系了一个关系在。对对对。所以这很奇妙哎。那老人家一辈子的观点哦，像我妈妈有点忧郁、躁郁，有点综合，还有点过动的那种情绪，我觉得她是情绪打结了，怕感。我当时后悔时，你给她讲吼，伊讲。啊，我就因为去我们爸背起啊，哥去有点爸平起啊，好啊。但是他在抓狂骂人的时候，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，我妈卖早餐做包子馒头。高中的时候，我帮他卖包子馒头，在那里，他不由没有莫名其妙的，没来由的，没来由的。那你刚才提物件啦，这多人在菜市啊看哦，啪姐一个巴掌，你被打得莫名其妙。你要你被打，那时候你多大？高中，高中了高中。哎，还是我上乖的三囡仔，跟他我要礼拜六、礼拜天透早到五六点，佮起来佮倒做乱馒头呢。其他妹妹，上尾汉、上细汉的，啊，哥哥查甫拢免做，啊，拢我去做。生到起了，我莫名其妙叫厝边头来讲，哎呦，你为啊，你唔免佮生，你是安那啦？其实我后来才知道，跟爸爸吵架，心情不好，心情不好，他找你出去哦。啊，他不能跟我爸吵啊。那你是还是那个面团需要一点泪水？对啊，你就这样子被打得莫名其妙，然后啊你不反抗？我不敢哭哎，我把塞干嘞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打我，但我想他有原因，可他自己也说不出来，因为他一直有告诉我们说，我真的很亏欠你们，因为我觉得我不会爱你们，我不知道怎么爱你们，所以我们就会加倍的爱我们自己的小孩。就咱囡仔有秀绵绵，秀绵绵，咱就拄着一个较麻烦的吼，你知阮查某囝，我查某囝较歹照顾，对对，顶面有人讲，较歹照顾的时，我某当时啊，迄性格野性，先讲什么话，你就是安尼啦吼，所以。对老母无好，即世人才有生一个来给你糟蹋的。我妈，妈，你需要用到这么残忍的字眼吗？我干唔对，我你讲干唔对，无你想看卖啊？你对老母敢有好？妈，袂啦，我应该算嘛，袂你袂。亲戚朋友来边啊看，袂啦，你人我对你算袂歹啊。啊，他精神好的时候，他就说你是最孝顺的，最好。可是那性格牙克，他会好像间歇性失忆一样，把整个那个脑子拉到他很久以前的记忆哦，好像把对我爸爸跟他对跟对他的爸爸的那个不愉快的怨，那你全部都丢到你身上。你爸爸走了之后，他有没有比较轻松一点？我觉得也没有哎，没有，应该会没有。他这么怨的人走了，其实真的，我爸走了以后。他没有怨他了呢，伊说干嘛讲？哎，算算诶，这老我嘛对我未歹呢。这世人虽然讲我唔是原配，很在意这样代志，我真在意伊我。其实人真正嘛是对我未歹。我觉得伊唔是原配，但是迄是因为伊的先生近景发生的代志，唔是了后发生的代志。那是了后发生的代志就不比那个比较不好原谅。伊哪样分辨吼？我都无跟他有正催配啊啦。哦。就其实有些时候是讲不清。妈妈现在还在，还在。然后他其实也自己知道他。他这个事情是绑住他的思绪的，他会打结。可是你知道，我觉得时代对时代的时代的背景，时代的背景。我跟你再讲一句话：时代的悲剧，先做我爱 endu 主角。时代悲剧环定啊，先做爱我 end。他们还是故意说你妈妈有心情，为什么我要先做我爱？为什么我6000块要卖给人家？我要过这样的生活。可是这个时代悲剧就快结束了，因为没有这种时代悲剧，就这样年轻人。老外们拢死得不了，你也属实安尼哈。扣戏也干过代志啊！我爸遐老兵遐嘛，经营差不多拢。差不多啊，差不多了呢，差不多啊，几个几个东西啊。我那年前修这台，修这台，差不多了，再差不多5、6年。对对对，5、6年前。对，差不多，下次也差。